Light 推出个人专辑的合成员，不只有来自 Wanna One 吉他团员的朱莉，身为泰明 Light 的一员，防弹少年团的 Jimmy 也曾发推特为其应援。以山迪的泰明为首 ，GGXO 的 Kai、BTS 的 Jimmy、合成员、哈莎的文奎以及圈外好友等所组成的泰明 Light， 日前合成员上一周五上时就分享了他们变好友的过程。이제지민이오 BTS 지민군네지민이를또알게된게제가제이홉이란친구연생부터알고있던데그래서원래이친구제일먼저안친구인데 、네、 사실이친구밖에서많이노는스타일은아니고전밖에서많이돌아다니는스타일이에요 、네、 그래서밥정도는같이먹는데이제취미는달라가지고저는당구치는걸좋아하고이렇게하죠그러다가어떻게하다가제가슈가형을알게됐어요 、네네、 이제슈가형이지민이를소개시켜줬어요그래서지민이만났는데보니까이렇게둘은너무나잘맞았던거예요취미가취미가둘이취미나아니너무손이많이가는거아니에요너무너무마음이잘맞아서그럴수있어맞아요제가이렇게퍼와서、네、 이렇게해서일로퍼왔어요아연결해줬구나연결해줬구나우정패딩지에지민이니들어오고 、네 네、 그래서지금은이렇게같이많이만나고요尽管身处不同团体，私下可是有好交情。泰明更以每个人的剪刀手设计出 logo， 做了专属的友情外套。感情超好的泰明 Light 就常在各处捕捉到他们有爱的互动。还没想相约出游，或是在彼此进行活动时相互给予加油应援，难得可以看到泰明 Light 公开合体。在2016年 KBS 歌谣大助记上，泰明和 Jimmy 组成限定团体 To Me 所带来的合作舞台，或许也是两人变熟的契机之一。出个人第二张迷你专辑的泰明，如今和何成云同时都在进行宣传，更将在3月15日到17日举行个人演唱会，到时候或许就能再看到泰明 Light 的合体啦。我是娱乐超选这里报道。